第二代宝可梦即将在今日公布，现在就带你抢先看新增的宝可梦精灵吧。虽然官方并没有明讲这次新增的精灵是第二世代的宝可梦，但由于 Pokemon Go 初次登场时，所有的精灵都是出自于第一世代，所以不少玩家都认为第二代宝可梦就是指编号152-251的精灵。二代宝可梦精灵是来自 Game Boy 掌上型金银版游戏，有伊布的进化型太阳伊布和月亮伊布，可爱的菊草叶、月桂叶还有大菊花，以及小霞的宝贝波克比等。其中里头最强的是凤凰， CP 值高达4650，将成为目前宝可梦中 CP 值最高的精灵。另外玩家也十分期待宝可梦交易系统及开放玩家对战系统，至于是否属实就有待官方正式公布。苹果东新闻，还有600多只精灵尚未登场报道。